球吗？亚洲的那我买墨镜、卷发和这样的潇洒背影，没错，他就是松本润演的第一代道明寺。身手三两下制服小流氓，暌违13年，松本润在《流星花园》续集再现道明寺的霸气模样。じゃあ強くなれ。大切なものを守るためには強くなるんだ。短短不到3分钟的客串，立刻登上日本热搜榜，从第一名到第三名，通通被松本润包办，甚至一度造成推特瘫痪，实在让人感叹，回忆果然经典，连台版《流星花园》也是如此。是由哈林演唱《情非得已》，但身旁合唱的人换成新版 F4。偶像剧教母柴智屏时隔17年重拍《流星花园》，虽然演员大换血，但就怕观众没共鸣，他找回庾澄庆和戴佩妮重现经典主题曲。参加大陆音乐节目，就曾把《流星花园》片尾曲从原本的抒情唱法换成摇滚版本。如今新版《流星》也选择沿用原曲，但整首歌都会重新改编，要让观众既熟悉又耳目一新。记者钱如涵，李宇春台报道。